Hello，听得到声音吗？可以听到哈，我试着换一下那个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吧？可以看到我移动吧？可以哈，OK，好，那我们就再等3分钟就开始哈。好，OK，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OK，还有同学进来哈。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天一篇经济学人的外刊写作课哈。然后我是我们第三课的主讲老师 Colin 啊。然后今天我们一起来学这一篇，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做预习的一个作业哈？这一篇是讲。最近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闹得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一个堕胎案啊。好，然后我们先来，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然后我本科的话呢，学的是英语翻译，然后研究生的话学的是教育，然后一直从事的也是跟教学相关的工作哈。所以今天也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探讨一下这篇文章。然后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去看一下有哪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这个谋篇布局的方法和段落写作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去提炼出来，然后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文章里面的啊。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一节课加上明天的这个课程哈，分成2天，然后整体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哈。首先第一个学习目标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来学习一下，就通过这一篇文章，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去
引入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因为这篇文章的话题本身就比较具有争议，它是围绕这个堕胎案去展开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这种比较具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可能各执一词哈，就是双方各有各的观点的这种话题，我们怎么样来写一个开头去进行引入哈？然后如果有同学上过第九期和第十期的课程，可能有学过，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漏斗形的一个开头哈，就是由宽到窄这样的一个写作方法。然后呢，今天我们是学习一个另外不太一样的一个写开头的方法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今天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哈，来看一下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相当于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哈，就如何去用到既是比较 rational 的哈，比较这个理性的，又是比较 emotional 的，比较感性一点的一些论据来支撑我们的论证，然后让文章更加有说服力。然后第三个目标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我明天要去讲解的内容哈，就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然后是用了比较经典的一个因果论证的一个方式去展开这个论证的，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哈，所以我们会，好好的去剖析一下，就是如何用 cause and effect 啊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来展开我们的段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总体目标啊。好，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刚刚有说到，其实讲的是最近闹得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哈，但是美国闹得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堕胎法案哈。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就是令人唏嘘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有看到这个是选自5月7号的 Leaders 板块的一篇文章哈，因为我们都会提前去选材，然后备课嘛，所以我选材的时候是2个月之前哈，然后这一个法案其实是还没有被推翻的，就是那个时候只是就是泄露了一些消息哈，然后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拟推翻这个堕胎法案，然后结果6月24号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新闻的话，应该就发现是6比3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比分哈，然后通过了这个对堕胎法案的一个推翻，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其实有很多州这个堕胎权其实不再受保护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短短的1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天翻地覆的变化哈，然后所以我觉得我首先作为一个女性哈，然后没有很多。就是同学其实也是女性，然后就算是男性的同学，我觉得可能就对于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有这种就是唇亡齿寒的一种感受吧，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更多的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博弈，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普通民众来说，它到底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吧？啊，所以这篇文章的话呢，其实它是站在一个比较批判的一个立场哈，然后去说，其实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它如何去自救，就是它已经比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有一点陷入困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如何去自救？然后呢，它的副标题相当于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不想要去破坏一个 precious institution，这里的 institution 指的肯定就是美国的一个联邦政府，对吧？它整个这个政治体制，大家觉得还是在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下哈，它还是比较自由民主哈，比较好的一个政治体制，那。我们如果不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他的建议是哈，就是这篇文章作者的建议是，就是9个大法官哈，就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是9个法官组成的嘛，然后他们是应该要去克制自己哈，就是不要滥用权力啊。好，所以这是
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话题啊，然后大家应该昨天有去做这个预习的一个工作哈，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画这个的思维导图啊，然后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画的这个思维导图哈，然后可能和大家会有一些就是可能细节上面有一些偏差哈，我觉得都是 OK 的，这个只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整篇文章的一个架构啊。OK，我们来看一下哈，这篇文章其实还蛮长的，一共有12个段落哈，然后也就可读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哈，中间还是涉及到很多是需要一些背景知识的补充的。然后大家如果有大家应该有这个 handbook 对吧？我是在上面补充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背景知识，所以说今天的课程结束后，还有明天结束后，大家都可以再去回顾一下，然后再深入的理解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整体还是写的蛮好的一篇文章，然后比较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好，所以我们来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结构，主要就是由这个堕胎法案的争议出发，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主要探讨的哈，就如何去引入这样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哈。然后这个关于堕胎法案的争议呢，其实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就是两个派嘛，对吧？一个是这个自由派，一个是保守派哈。自由派的话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比较激进的哈，就是觉得女性她是有自己，就是她这个堕胎权肯定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因为女性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去养育一个小孩，要不要去生育一个小孩啊。而保守派会站在一个就是西方人他们觉得是一个 pro-life 啊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小孩他也是有人权的哈，婴儿也是有人权的，所以说任何的堕胎行为，其实他们都认为是谋杀。所以他们是站在，就是不应该让女性拥有堕胎权哈，应该去就是剥夺他们这样一个权利，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两派就是争得不可开交哈。所以这篇文章的前两段基本上是在第一段哈，就是在进行这一个争议的引入，然后接着呢就开始讲到这篇文章的一个 specific thing 哈，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事件，就是通过一个政治的杂志哈，它泄露了这个消息，就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它是想要去推翻这个堕胎法案的。啊，然后呢，这一个部分呢，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在讲，哎，这个堕胎案的一个由来，哈，讲了一下这个罗伊案到底是什么，然后最高法院是想要去推翻，然后呢，它有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到底是什么，比如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会加速美国两派的一个分化，哈，就是这个自由派和保守派。好，然后紧接着到第三个部分哈，第三个大部分其实就是从一个 specific thing 哈，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件，就是以小见大，迁移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上面，就是整个美国的一个政治体制的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最高法院这一个问题引入哈，它影射的这样美国这种难以达成妥协的政治体制，然后政客操纵法院啊带来的一个后果，然后还有就是法官们很有可能会滥用权力，然后这样的一些比较消极的一些讨论哈，然后再到第四个部分，就是具体在讨论真正如果这一个法案被推翻了，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这篇文章主要是交代了3个后果，第一个呢，就是最高法院的职能很有可能就会缺失。啊，他本来应该担任的是一个仲裁者的一个形象，但是一个角色哈，然后但是如果真的是推翻了的话，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再履行这样的职责。然后第二个后果呢，就是这个法院哈，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会面临重组啊。然后第三个后果就是美国的这个红蓝阵营哈，他们本身就是已经吵得不行了，然后这件事情又激化了他们的矛盾，所以可能会让他们的分化加深啊。然后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部分哈，就最后两段是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办法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寻求比较折中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点题，题目里面副标题有说到的，法官们应该去克制，不要去滥用职权啊，不要去滥用自己的权利，然后干扰这个就是政治体制。
所以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啊。好，OK，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叙述啊，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解析一下，然后从reading 里面去提取一些比较适合用在 writing 部分的一些比较好的写作方法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啊，第一段大家读过了之后，应该会发现这一段其实和可能大家看到的其他的一些学术文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经济学人的一些文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非常直接啊，就是这一段直接就是开门见山引入了这个话题啊，它没有进行任何的铺垫哈，所以这一个写开头的方式其实和我们。第9期、第10期哈，我之前我们在讲元宇宙那一篇有讲过的，就是一个先铺垫一下，先引入一下这个话题，然后再慢慢的写具体这样的一个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学一个不太一样的开头段的一个写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写法哈。所以这里就是直抒胸臆哈，直接说，他引用了两个人哈，两个人都是这个，对于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 Hippocrates 啊，我有放在这个。Handbook 里面，它的一个介绍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是这个一个研究医学的，对吧？所以他的一个立场是，他是 condemn abortion 啊，他是直接谴责堕胎的。而 Aristotle 啊，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然后他会认为这个堕胎呢，其实比如果就是你把小孩生下来了之后，但是又不管他，可能会没有那么残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这里对立就已经出现了，对吧？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过渡哈，就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已经对于这样的一个道德问题哈，就是到底该不该保护这个堕胎权，已经争议了大概超过2000年了哈，所以时间还是很长的。然后紧接着他又引入了一个对立哈，就是 Western democracies 啊，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样的民主体制哈，他们是就是认为有一个这个 compromise，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个就是折中之道吧啊，就是寻求这样的一个稍微中庸一点的一条路。然后呢是两边的一个立场，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自由派 liberal position 啊，自由派是认为什么？The state should not control women's bodies 啊，就是女性的这个身体应该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哈，就是政府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够去掌控它啊。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 conservative 的啊，比较保守的一个立场，就认为任何的堕胎它都是谋杀。都是在谋杀婴儿，而婴儿也是有人权的，所以这里是又深入的去引进了自由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一个对立啊。然后最后他说到了，就是在很多的这些西方国家哈，列举了这些啊，还包含一个日本哈，然后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他们早期啊，就是孕期比较早期的时候，婴儿还没有体外存活能力的时候，他们是允许堕胎的；而在后面，婴儿可能已经获取了体外存活的一个能力，那婴儿就拥有了人权，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应该堕胎了，这就是一个犯法的事情了。啊，好，然后最后他引入了最后一个争论，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同意。啊，美国人啊，大部分的美国国民和 their country 他们的这个国家 stands apart，所以这里的 country 肯定是脱离于这个国民之外的，更多说的是可能是政客啊，就是上层这种政客政治体制这种党派党争之间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也是存在这样问题的一个对立啊，所以这个段落哈，就是比较明确直接的引入了这样的一个对立啊，OK，然后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用的语言点哈，我给大家提取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第一句话这个地方说到的 exposing unwanted infants to the elements 啊，大家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什么意思，因为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 elements 是元素的意思，但其实它还有这个意思哈，就是 the weather especially bad weather 这个意思哈，就是有点像风雨的意思哈，就是
可能是不太好的这种天气啊，所以说 be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就有这种饱经风霜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意象化的一个表达，还蛮形象的，就是你把小孩生下来了又不管，然后让他饱经风霜，对吧？所以它的搭配一个是可以用 to be exposed to the elements，主要用被动，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说 are we going to brave the elements 啊，就是我们勇敢地冒着风雨，然后到外面去散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用法，这是我们在之后写作的时候可以去用到的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到这个段落的结构上面哈，这是我们主要要去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去引入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直接的去把这个对立呈现出来。比如这一个段落呈现出来的 Hippocrates 和 Aristotle 之间的对立，以及 liberal 和 conservative 之间的对立，以及 most Americans 和 their country 之间的对立啊，所以这一段里面，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明确的把这个对立哈，而且是比较工整的哈，比较规整的把它罗列了出来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对立提取出来的话，一个是 condemnation，一个是认为他没有那么 cruel，对吧？一个是认为，这个 woman 应该自己掌控自己的 body，然后一个是认为 any abortion is murder，然后一个是 most American agree with that，前指指代前面的这个 liberal position，对吧？然后 their country stands apart，啊，然后这是意义层面的啊，就是我们在意义上、语义上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对立罗列出来，其实就是很平行的一个方式把它列出来，对吧？然后另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哈，就是我这里标黄的哈，我把高亮出来的这一些，其实就是用什么呢？用连接的一个手段啊，就我们用不同的连接方式也能够去强化这个对立，比如说第一句里面用到的分号啊，分号其实很多同学不敢去用这一个标点符号，因为觉得我们中文里面只有排比句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遇到的语境都是会排比陈列很多内容，就有点像英文里面写平行结构这个样子，才敢用分号哈。但其实分号在英文里面是不设限的，它就是用来隔句子的，而且它隔的都是完整的句子，就不像逗号。它的使用是受限的，就逗号，它前后都不能是完整的句子，对吧？就逗号是不能够去隔完整的句子的，它必须要加连词才行，而分号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使用分号啊来隔句子。你看，隔两个对立的句子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哈，就是一般我们在说对立的时候，可能就是直觉，然后马上就是反应过来，可能就是要用 but 啊，用 however，用 in contrast，这样比较明显转折的这种词。但其实你看这个段落里面，它很巧妙的使用了 between and，就是我们平时用来表并列的两个这个连接词，来连接了两个对立的观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用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用法，因为它解释清楚了这两个观点，一个 liberal 的，一个这个 conservative 的，我们通过语义可以分析出来，明显是对立的。所以说我在连接他们两个的时候，其实可以蛮巧妙的去使用，表并列的一个连接词啊，只要他们的语义层面是表对比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用法也是比较有新意的一个用法嘛，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标到这个地方的这个 but，所以它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像 however 呀，然后 in contrast 呀，whereas 呀这一些，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它都是一个转折啊，对立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篇里面啊，这一篇的我们从段落的语义层面来分析，它如何去并列的列举两个啊观点，以及我们从标点符号啊、连接词的这个使用层面来分析，如何去引入这样的一个对立啊。所以这是第一段啊，我们主要需要去学到的一个
引入对立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如何去讲到这种 controversial topic。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写一个开头，然后来引入这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把这个对立给凸显出来啊。好，这个题目我们来过一下它的意思哈。它说的是 "many animals are endangered" 啊，就很多的这个动物都是濒危啊。然后呢，接下来这个争议就出现了哈。他说这个 "some people argue that we should only protect animals that are useful to human"，就是我们只应该啊，就蛮利己的哈，就只应该保护，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用的一些 animals，只应该保护这一些动物。然后问你，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啊，所以这一个题目明显给到的一个争议点就是，是 the decision about animal protection be based on solely on human beings' interests，就是我们是不是对于动物的一个保护，我们最后做决定要保护还是不要保护，这个只能基于人类的利益，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哈，肯定有很大一部分的同学啊会认为，我们应该保护所有的这些动物，对吧？但是呢，也不能够排除，肯定还是会有人认为，我们就那么多的资源，就那么多的资金，真的有这么多的结余可以用来保护这么多全部的动物吗？所以，我们站在一个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一个视角，是不是可以去选择，对吧？选择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比较有益的动物来保护，啊。好，所以这就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这个话题给到你写的话，用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引入对立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能不能够去就是并列的列出，可能至少有两个句子，或者是两三句的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对立来，然后最后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啊，所以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题目嘛，啊，不用完整的写出来哈，时间可能不太够哈，所以我们就大家可以想一想思路，然后等一下可以发到这个讨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可以写中文，写英文都可以，你英文就可以写一些就是碎片式的句子，比如说一些小短语，然后你想要去营造什么样的对立，然后或者是你中文的一个思路也可以。好，给大家大概5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吧。已经有同学写出来了，好快，那就3分钟吧。啊，其他同学还没有想好的话，可以思考思考哈。很好，这位同学说可以从经济角度和生物角度，从人服从自然，自然服从人，这个角度也很好啊，可以把这个对立凸显出来。人类社会发展和物种多样性的对立，这个也很好哈。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一正一反，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可以找？很好，同学说是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需求和长期生存环境。嗯，短期和长期这个对立也很好啊。然后生态完整性、可持续发展。嗯，然后明确自己选择都救哈。首先说只救有用的缺点。如果判断有用无用，没有明确的规则。然后不救的话，如何处理？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嗯，平等、生物多样性、生物链，嗯，生命的可贵。嗯，也基本上把自己的就是可能谋篇布局的思路哈，都讲得蛮清楚的了。嗯，挺好的。嗯，大家的思路都挺好的哈。一正一反这样的一个对立，还有其他同学吗？还有其他同学要分享一下的吗？嗯，为何只能保护对人类有益的动物？分析前提，为何不能只保护对人类有益的动物？指出对方的错误，给出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的逻辑。嗯。这个也很好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也是比较好用的。大家如果遇到就是比较有争议的这种话题，完全可以采取这种开门见山啊，直接把这个争议点给出来，然后把两方的立场列出来。嗯，然后中间可以用平行结构把它梳理清楚，对吧？然后最后再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有其他同学要分享一下吗？没有了吗？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写的哈。这个我其实就是只写了一个开头啊，然后没有进行太多的一个引入哈，只是点出了一下，就是这个很多就是相当于在重复了一下他的论题嘛，就很多动物其实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境地中哈，然后有一些动物可能已经面临这个灭绝。啊，然后接下来我就模仿了这个，我们今天用，就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里面说到的两方，对吧？一个是 liberal，一个是 conservative，所以我这里把它改成了 utilitarian 啊，比较实用的实用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 animal protection 其实只应该去最终的一个导向是人类的需求。啊，所以比较功利一点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后这样的一个观点，以及另外一个呢，我把它概括成了 idealistic 啊，就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保护动物，其实应该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都是有好处的，benefiting，对吧？所以他们两个之间这一个观点啊，然后我是用的 and 来连接的，也是模仿我们今天。学到的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手法，对吧？两个我其实完全可以用 and 来连接，只要我把他们俩的这个对立写清楚，对吧？然后他们俩的一个对立，我把最后的一个对立放在了后置，留在了最后哈，at war 啊，他们俩在打仗，在打架啊，反正他们俩是水火不容的两方对立的一个观点呈现出来了，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一下，对吧？就是比这一个。
实用主义哈，就是利己主义和理想主义，再更具体一点点的，就是有一些人认为，哎，题目里面说到的，对吧？就是对于人类有益的啊，这样的动物才值得我们去保护，而其他人认为这个地方我就是用到了我们比较典型、比较常规的哈，引入对立的，用 whereas 呀，或者是 while 呀，或者是 but 呀，这些都行哈。而其他人认为 all animals shall be well protected 啊，我们所有的动物其实都应该保护。然后到最后一句，给出我自己的立场，对吧？我其实是同意第二个观点的。啊，这个就是用对立的一个方式哈，就模仿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篇文章的一个写法，怎么样来展开我们自己的一个开头段我如果继续写下来的观点是什么吗？理由，等一下我们分析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看哈，就是用 emotional appeal 和 rational appeal 来看，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当时找的理由哈。当然，我觉得大家的这些想法都挺好的啊。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讨论哈，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个题目的哈。好，这确实是比较具有争议的一个题目哈。好，我们到第二段了啊，第一段。引入了这个话题了之后，第二段，继续再说，这个地方就是点题了哈。这篇文章其实说的就是一个草拟嘛，对吧？法案的一个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是拟推翻这个堕胎法案，所以是一个 leaked draft 啊，就是一个 political 啊，这个 news organization 啊，这个媒体啊，然后泄露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认为这个法院会怎么样呢？Overturn Roe versus Wade 啊，这是这个罗伊诉韦德案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一个法案哈？我是在 handbook 里面有去给到他的一个。背景知识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哈。如果有同学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话，可能会不太清楚。这个其实是1970年代的一件事情，就是然后这个是他的化名哦啊，这不是他的真名，所以他当时在诉讼的时候是用了自己的化名去诉讼。就是他当时已经有2个小孩了，然后他又怀孕了啊，然后就想做这个引产嘛，人工流产哈。但当时在 Texas 啊这个州，堕胎是。这个是做犯罪的哈，她是不受宪法保护的，所以说，当时这个女性哈，她就把当地的一个行政法官哈，这个 Wade，然后作为被告去提起了诉讼，然后希望这个堕胎能够去合法。然后呢？1973年，美国最高法案，你看还蛮讽刺的。现在也是6比3，对吧？然后是以6比3啊这样的一个多数意见，然后支持了罗伊案。啊，然后支持了罗伊，然后认为这个刑法是限制了妇女的一个自由选择权，所以说把这个堕胎权其实划到了隐私权的一个范畴，然后搁置了判定胎儿的一个生命权，就是这个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去解决啊，就这个问题还是搁置的，就是小孩的这个。人权到底应不应该受到保护？当他和母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保护谁？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去界定的一件事儿。所以当时也没有去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是支持了罗伊的，是支持了他的一个判决的，所以是保护了女性的一个堕胎权的。啊，然后现在我们历史又倒退了，又推翻了这个堕胎权啊，所以还蛮讽刺的，都是6比3啊。好，所以他说这一个 decision 啊，这一个美国最高法院这一个最后的决议怎么样呢？能够让堕胎是合法的，保护了堕胎的一个合法权利。然后呢，until the fetus become viable，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胎儿有没有母体外存活的一个能力。啊，在它能够在母体外存活之前，你堕胎都是合法的。啊，好，然后他接下来说，if so, state law would take precedence。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这个 precedence 这个词啊，这个词大家可能都知道，后面也后文有也有不断的在提到，用的是 precedent 啊，就是这个先例这个意思哈。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优先的意思哈，就是认为
condition of being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body else, and therefore coming to be dealt with first，就是有这个优先权啊，优先处理。所以它的一个固定搭配就是用 precedence over somebody or something，或者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里面用的 take precedence 啊。比如说他这里说，这个 her wishes did not take precedence over other people's needs。就是他的这个意愿不能够优先于别人的需求，啊，所以这是一个优先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去用到的，啊，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到，哈，这个地方就开始进行了我们说的这个 rational appeal 和 emotional appeal，啊，就是这个情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这里先说到的是 most abortions look set to become illegal，啊，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预见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了，哈，就是可能美国有一半的州，堕胎就已经会变成一件违法的事情，然后有一些禁令，哈，甚至会包含什么？这两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一个是 rape 强奸，一个是 incest 乱伦。就即使是你因为强奸或者乱伦怀的小孩，也不能堕胎，这个就蛮极端啊。然后接下来，Better off women，他进一步的去进行讨论，有钱的女性是可以就是请一段时间假的，人不在乎，对吧？然后去 legal clinics，啊，去其他合法州，因为现在不是说所有的州都不合法，有一些州比较松散的一些州是合法的啊，所以他就只能去那种合法的州堕胎，所以说这一个压力就会给到谁？就会给到比较贫穷的女性身上，啊，所以这里 poorer women 啊，又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语气给到了。然后最后 banning abortion，他还给了一个数据，引入了一个数据哈，banning abortion w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egnancy related deaths，就是跟怀孕有关啊。会产生这种死亡的案例，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蛮多的。然后他这里给了一个警示，就如果我们去禁止堕胎，那可能会因为这个生产而死亡的这个案例可能会上升20%，according to one study。啊，他用了一个数据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一个论点。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论证的一个手法哈，就是我们在段落的内部，既用到比较 rational 的这个部分啊，就比较从理性方面来分析，然后让读者能够也通过理性方向啊，就是 reasoning logically 啊，就是我们能够比较有逻辑的去分析段落里面给到的一些论据啊，或者给到的一些 claims 一些论点。啊，然后同时我们又动之以情，哈，我们又用一些情感方向的一些 appeals，然后去干什么呢？去和读者的一些信仰啊，一些感情能够去共情，啊，所以说这是比较能够去强化我们论证的一个方法，因为经济学人的文章其实大部分它都是，这个之前 Lucy 老师有讲到这个 column writing，对吧？它是这个专栏写作，所以说它是包含作者非常鲜明的这个立场的，所以他写这篇文章大部分哈，大概率不是为了去普及知识，不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个操作原理，而是为了说服你，让你接受他的观点啊，当然，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这一些有点洗脑的嫌疑哈，操控你的思想，PUA 你哈。但是 anyway，我们通过这个论证的一个方法，其实是可以学到如何去写这种 persuasive essay 哈，就如何去 persuade your readers 啊，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遣词造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论据来支撑我们的论点，能够让我们的段落，让我们的文章更加的有说服力。这里一个比较好用的就是我们说到的理性的和感性的结合在一块儿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哈，我们这一篇文章里面哈，我们先来说文章里面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例子，然后再来练习一下如何用理性和感性结合的一个方式来论证。啊，这篇文章里面 emotional 的，刚刚我们已经分析到了，对吧？尤其是女性，可能真的很容易共情，很容易感同身受。比如说，
强奸和乱伦这种很极端的事件，如果真的很不幸发生在了女性身上，但她不能堕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共情，对吧？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支持堕胎啊。然后接下来，她还和比较贫穷的女性共情了啊，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负担，要还房贷、还车贷，然后甚至房租都给不起。那我要堕胎，我还得去买机票、买火车票，然后还要到其他的医院去。我在那儿总得住2天吧？就这一个花销，可能如果经济比较好的女性，她觉得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女性，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共情。就是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身上，那怎么办？我有这样额外的一个可支配的一个收入吗？可以去帮助我到另外一个州去堕胎吗？所以这两个点就是非常能够在情感上哈，让读者引起共鸣，让读者自然而然的就想倾向于去支持他啊。然后接下来理性方面就是刚刚那个数据嘛，对吧？我们转到数据的时候就觉得马上又开始回到了理性层面的一个讨论，对吧？就是给你现实的 facts 给你事实啊，就扔在你面前，就是确实这个会增加大概就是20%的一个就是妊娠的这种死亡，对吧？这样的一个概率，所以就是你看着这个数字了之后，你自然而然的也会倾向于去同意作者的观点，就是堕胎，我们禁止堕胎可能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立论就立住了呀。对吧？他的论点就彻底站住脚了，他已经完全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啊！所以这是这一篇文章啊，通过理性和感性的一个分析来进行的论证。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这一个是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啊，这一个呢是讲 advertising 的啊，就是这个广告啊。他说这个广告呢，其实应该去 show more people who are physically challenged。啊，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表达法哈，就是有这个有身体上残疾的人啊，所以说他认为他的论点肯定是这个，对吧？广告应该去展示更多有身体残疾的这一些人啊，然后接下来他说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有数据，对吧？虽然不知道是多少哈，但是是有数据的，就是上百万的美国人 with disabilities have considerable buying power 啊，他们的这个购买力其实非常强的啊，就是有残疾的这些人购买力是非常强的。Yet so far, advertisers have made no attempt to tap that power 啊，但是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广告商其实到现在哈，迄今为止都没有任何意图想要去利用啊，这一个能力就是想要去从这个角度切入，通过在广告中呈现更多残疾人的一些形象，然后来吸引更多残疾人购买者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是 logic 对吧？给你事实，然后告诉你这一方面是有金钱上的收益的，你居然都不要，你居然都不看，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动之以情哈，就在情感上面怎么说哈，所以一样的论点对吧？论点是不变的。接下来他说什么呢？By keep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ut of the mainstream depicted in the ads，把这一些就本身我们就会觉得残疾人是比较边缘化的这个社会群体了，然后你现在还把它隔绝在我们主流之外，主流的广告之外。然后呢，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会有 widespread prejudice against disability，就会出现偏见。而这个偏见怎么样呢？Prejudice that frightens and demeans those who hold it。啊，就是这一个偏见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恶果，对吧？就不管是对于持偏见的人，还是对于被就是偏见的人都是不好的，所以这一个就是通过与读者进行一个共情，对吧？他想要提倡的是一个 fairness and open-mindedness，对吧？就我们不应该去歧视这种残疾人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弱势群体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广告里面不去展现一些残疾人的形象，相当于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这个你就是有一点点恻隐之心的人，可能都会倾向于去跟着他的观点走，去同意他。哎，好像确实是在广告里面应该去呈现更多就是残疾人的形象啊，所以这个是从理性和感性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单方面的从理性方面来分析，会觉得有点太市侩、太冰冷了，对吧？然后单方面从感性方面来分析的话呢，又觉得有点太情绪化了。所以说，我们在文章里面最好像我们学到的这篇文章里面，就是把感性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就是既提到 buying power，对吧？既提到就是比较市侩方面的，就我可以赚钱嘛。对吧？然后也提到这个 prejudice 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偏见，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还是对于残疾人，都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样就是把感性和理性都结合在了一块儿，然后进一步强化了我的一个论点，就是确实是应该要去呈现这一些广告的。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两方面结合在一块儿来进行自己的论证哈。好，我们也来做一个小练习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刚刚那一个题目哈。刚刚有同学问怎么再延伸下去，这里大家就可以想一想怎么去延伸下去了哈。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不管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都行，大家可以思考一个自己的论点出来，然后去思考一下我怎么晓之以理。我从理性方面，我可以怎么样去展开，怎么样去论证，然后另一方面，同时也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很容易共情，对吧？讲到动物保护方面的，所以我们从感性方面，又怎么能够让读者和我们共情呢？怎么能够去吸引读者？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哈，也是，不用写一个完整的段落，大家写一些思路就可以哈，中文、英文都可以啊，先给一个论点，然后你讲清楚，你感性方面想怎么写，理性方面想怎么写，给大家点时间思考一下吧，也给大家大概3分钟的时间嘛。有同学已经发了哈，选择全救，就是平等和生命的可贵嘛，这个很好哈，理性的就是食物链和生物的多样性啊，挺好的，这个观点已经很好了呀，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思路很有限？很好啊，我写的跟你差不多。好，我们看看其他同学的观点哈。仅仅保护动物，对，不利于生物多样性哈。大家可能都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啊，可能会破坏生态。
然后感性层面就是我们作为人应该尊重一切生灵哈。嗯，很好很好，差不多哈。就基本上可能大家都从这个角度切入。嗯，我好好奇啊，有没有同学选反面？虽然说感觉反面有点政治不正确哈，但是可能万一有同学想要从反面去写呢？啊，然后 啊，我们看一下这位同学的。理性的是消失的物种和种类数据，嗯，很好，给一些数据其实蛮好的哈，这一点挺好的。嗯，哦，我的闹钟。举例是消失的物种，对对对，可以举例子，对。如果对这个有研究的哈，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比如说你是学生物方面的，你知道哪一些物种的消失真的是对于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了比较糟糕的一个影响的，是可以说的哈。然后，哎，对，他给到的这个情感方面挺好哈，就是可能认为，因为人的这个愚昧无知以及失快而丧失啊，然后引起人的这个悔恨和共情，很好，很好，好。然后，哦，就是学生物的哈，怪不得，嗯。然后看一下这位同学哈，嗯，开始在讨论“保护”这个词，嗯，哦，我明白了，哦，明白了，嗯，这个切入点还蛮新颖的哈，就是这个，这位同学说的罗宾同学对吧？他说这个保护这一个点，就是保护是要以经济为代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很好奇有没有人选反面哈，就从经济方面来分析一下。但其实只要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别去烦人家哈，人家就能很好的活下来了哈。所以，嗯，对，我，你这样子思考的哈，如果这是一个考试的题目，我不建议你去思考这么深哈，因为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可能从浅层去分析，就是单纯的说保护，就是单纯的制造这样的一个对立，而不是说这样的对立不存在。但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嗯，你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的一个论文，我觉得这个角度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去讨论这个保护这个概念是不是就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觉得要看情况讨论，但这个观点、这个切入的点、这个思路是蛮好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位同学的，啊，他举了个例子，就是狼哈，是有威胁性的，嗯，所以对于草原的生态来说，狼是很必要的，它能控制食物的数量，嗯，狼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提供了生态平衡，嗯嗯，很好很好，举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对吧？但是情感上呢，这个算是比较理性的分析哈，就是它对于整个生态圈的一个保护。情感上的话，可不可以去讨论一下，对于就是我们。就是天然要和就是共同的居民嘛，对吧？他们也算是我们地球上的居民，要去和平共处啊。就是从比较虚的层面去说一说啊，其实也可以 好，还有同学要分享一下的吗？给你讲一讲自己的想法，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还真的没有同学站反方哈。就刚刚有一位同学去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看来大家都觉得反方是一个比较反社会的一个观点。好，其他同学没有要分享的了吗？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继续往后喽。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分享一下我写的吧。但如果是生物专业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我写的很浅层哈，但确实没有去进行就是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所以我只是就是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rational 和 emotional 这个提炼出来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我其实就是比较模仿。
我们今天分析的文章里面的一个写法哈。我先是这一个是我的一个主论点嘛，那肯定是都保护嘛，对吧？保护所有的一些动物哈。然后呢，接下来。首先是一个理性方面的，就是大家都说到了的，这个动物其实和人、植物一起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圈的啊，生态系统的。然后呢，当就是如果一部分动物是濒临灭绝 （endangered）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整个食物链可能都会遭受到这个破坏。当然可以进一步延展哈，就是你可以去举例子。然后，如果有数据就更好了哈，你可以去说一下这个会造成的一个后果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就是直接给到数据会比较震撼哈，比较有这个说服力。然后，所以这个整个生态系统和我们人类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存在，可能都是会受到威胁的啊。所以这是从到这儿啊，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分析。然后接下来叠加下一个哈，就比较感性的一个讨论，就是，动物和我们一样嘛，也是 residents，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高于动物呢？所以就是说，他们万物都皆有灵嘛，对吧？那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存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就是我们只去保护，对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去利用的啊，exploit 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词哈，就是去不好的利用人家的，那这是一个 inhumane deed 啊，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非人类的一个做法哈，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渲染啊，让读者能够去共情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说 exposing 啊，这里我们就用到了我们第一段说到那个。短语对吧？Exposing the useless ones to the elements，就让他们饱经风霜哈、啊，把他们放任那里不管，without a tiny bit of sympathy 啊，还给到了一个就是同情心哈、啊，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然后就直接把他们扔在那里不管他们啊，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非人类的一个做法哈，所以这一个部分主要就是共情哈，主要就是在情感方面去吸引读者，把读者拉到自己的这个阵营上面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题目哈，然后我们提炼出来的，通过 rational 和 emotional 方面啊，我们怎么样把两方结合在一起去进行这个讨论。好，当然大家的这个观点都很好啊，我觉得还可以再深入的去挖一下哈。如果是一篇就是不考虑时间、不考虑字数的一篇习作的话，其实你可以写得更深入哈，一个段落甚至都可以写到两三百个字哈。如果是一篇大论文的话，当然如果大家是有考试的需求，比如说要考托福、雅思的话，可能一个段落要控制好字数，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哈，所以一个段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篇幅。所以我是按照大概托福、雅思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要求，所以限制了一下这个字数的哈。但大家不同的这个场景，可能需求会不一样一点哈。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内容哈，我看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那第三段后面的这个内容，我们就下节，就明天的这个课程再进一步的去梳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讲的比较多的前两段哈，因为它信息比较密一点哈，所以主要是说了如何去进行引入，对吧？就如何去把这个 contrast 啊，这个 controversy 这个争议点给引进来啊，就是怎么样去罗列两方的一个点，然后最后可以给出自己的立场，也可以不给。啊，所以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写法，不去进行任何的铺垫，然后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用漏斗的一个方式，先写大的，再写小的这样的一个写法。所以这是换一个思路，大家在这周的这个作业里面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尝试去用一用哈。然后第二段呢，也是大家在这一周的作业里面也可以去尝试能不能去用一下的，就是如何把感性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哈。大家可以再回顾回顾我们文章里面是怎么写的，以及我给的那两个就是跟广告有关的那个例子，它是怎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啊。然后在自己的这个议论文中哈，尤其是这种比较就是明显是要去说服别人哈，这种 persuasive essay，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尝试用一用。
好，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明天我们接着下一段往后讲啊，明天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因果论证啊，以及这篇文章以小见大的一个论证方法。好，那今天正好没有拖堂啊。好，那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吧？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好，拜拜。好，拜拜，那我就先把这个直播间关掉喽。啊，我们明天见。